师姐师兄好。好，里长好。里长好。河流部落永久屋2017年落成之后，慈济志工持续到访，岁末更送来祝福。全球慈济人，让我们上来祝福你们。老朋友相见，赶紧拿出手机秀一下可爱的家人。啊，这么可爱，几岁而已。对。好困难吗？92岁的周奶奶脚部开刀复原当中，请家人拿出竹筒献爱心。没有拿过，你没有拿过，我们没有力量。谢谢。桃园复兴区山明水秀，吸引着志工上山，也为着忘不了的人。今天天气真好，你叫他们桃园怪，大家遐少，唔再来。哦，系啊，啊，你着照顾自己，照顾啊，我无在了行。啊，阿妈，我祝福你新年快乐。哦，啊，你嘛快乐。啊。冬令发放的脚步来到一处废弃公寮，60多岁的资源回收工作者与儿子相依为命。你这是要洗碗呀？对，洗碗。用加热的水洗碗、洗衣服。志工关怀一年多，鼓励他逐步改善、整理桌子和床。桌子上因为比较没有高椅子，他都在床铺上这样子，在这里写的。偏乡生活，有人困难，有人孤单。杨女士的女儿在台北求学，女儿学校有慈济志工互动，桃园志工专程来与单亲妈妈结上善缘，做她的依靠。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吕梦玲、陈龙志、翁淑慧，桃园报道。